大家好，又是我 Catherine 同大家睇楼啦。头先睇完一个咁靓嘅游艇会海景，估唔估到我哋喺边度呢？我哋而家就喺黄竹坑站顶上嘅二期洋海一 A 座一个低层嘅 B 单位。呢、这个单位实用面积系934尺，系三房套嘅户型设计嚟嘅。而家我就处于一个客饭厅嘅位置。饭厅呢个位置可以放到一张六人嘅长方形餐桌，而后边可以放到一组鞋柜。至于墙身呢个位置，可以放到一大座嘅挂墙柜，储物空间都非常足够嘅。港岛南岸是位于黄竹坑站顶上盖，是这个香叶道11号，发展商是由嘉里建设、信和置业和港铁强强联手打造的。由2022年8月开始落成，一共有4座楼宇，提供600个单位。屋苑呢有大型会所，交通亦都便利，去港铁站的话大概是5分钟的路程。而站上蓋的商場 The South Side 已經開了幕了，有食肆和一般的生活所需商店都已經有齊，應有盡有。今次同大家睇完一个望住咁靓嘅游艇会海景单位，仲要客厅同埋睡房都系望住同一个景观嘅喎。呢个单位咁靓，快啲过嚟搵我睇楼啦！多谢晒大家，拜拜。